去看一下有没有手套，因为我的手套快没了。The store is limited 10 people. Oh, sorry.工作人员跟我说他这边口罩手套就别想了，肯定没有。他说可能周二早晨的时候也许吧，等周二的时候再来看一看。好多人呢、啊。星巴克门口在排队，这间餐厅周一关门 ，pick up only， 诚意满满的 we are open。还是开着的，人好少。可以。我的卡已经不好用了。这边一些快餐店还是开着的。我经常买咖啡的 Grey Grey 已经关门啦。5月11号开门，这帽应该已经进不去了吧？哇，还能进去！现在已经上不去了，看一下轻轨那边还可不可以运行。不过好像 Cheesecake Factory 是开着的。大家都是 order， 里面有很多人在等。出来 pick up 的人还是挺多的，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周末。你是要外带的。这边是 Hoboken 的轻轨站，它现在还在发车，刚刚走了一辆。可以看到它这边还是在运行的。之前其实都没有来过这边哎。这个 NJ Transit 这边还在运营时刻表。
放一放风，感受一下阳光也非常好。看大家非常幸福的样子，人间值得。泡泡看这边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关闭的。哦，它这边有一些餐厅还在开着，只有一个 Terrace 呢。Fergus， 这边这家店也是开着的，花店居然也开着。哦，这家餐厅门口排队的人还蛮多的。哦，是 Cookie， 看来生活需要一点。这个 CVS 好感人啊，24小时 open。 看一下有没有口罩，肯定不可能有口罩。有没有手套？